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掉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，攻击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
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到底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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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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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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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第五第五。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哦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。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消灭大火怪。
要把整个城市都烧毁。呼！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是大火怪！他在破坏城市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无畏的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好，火势越来越大了。我有点害怕，大火怪看起来好危险啊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加速向前。我是勇敢有为的消防车，消防车长长的水枪是我的武器，救援开始了，水枪喷喷喷，熄灭你，熄灭你，看你往哪跑。大火怪，你完蛋了。让你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。我是无敌又可怕的大火怪，大火怪，热热的火就是我的武器，看着，火环开始了，火球收收收，毁灭你，毁灭你，统统都燃烧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啊，好痛呀！哼，可恶的大火怪！糟了，招魂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能认输，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。下消防车，消防车穿铠甲，全副武装，全副武装，小水枪变成了无敌大炮，发射，看我的火球，哎呀熄灭了，好可怕好可怕，我要快点逃，你逃不掉了。消防车向你全力追击，追呀追呀，铠甲保护我不会受伤，打打水炮弹不断攻击，可怕的火苗全都熄灭。可恶的火怪被我们打败，浓烟消失了，我们胜利啦。我就说嘛，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。有趣的水上乐园。哥哥，我热。的温度好高呀，看来我们需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。去哪里好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公园边上有一个大泳池，我们可以去那里游泳。哇，大泳池，那一定很凉快吧。
备好了，我们快去游泳吧。现在就出发。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的地方。对，那里有很大的泳池。哇，我也要去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泳池。啊，我也要去。皮皮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泳池哦。比吃雪糕还凉快吗？当然了，快来吧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很大很凉快的泳池吗？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一点都不凉快呢。白老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哥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别失望，让超级汽车来帮忙吧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螺旋洒水车，七彩搅拌车，交给我们吧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搅拌车是魔术师，破旧的泳池我来维修。转转大滚筒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转啊转呀，七彩的水泥变变变，泳池变成彩虹色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我是洒水车，大大水箱，空空的泳。来装满，喷出大水珠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喷呀喷呀，泳池泳池装满了，大家快来玩水吧！大家玩的可真开心，想不想更开心一点呢？想，来吧！变呀变呀 ，Party 出现，变呀变。水上乐园，喷呀喷呀，朵朵浪花，喷呀喷呀，下雨了。魔法魔法真神奇，炎炎夏日快乐无比。耶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拯救小岛。起钓鱼了，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用力呀。嘿，哎呀，哇，是几
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啊，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勒虎，海心虎，救救我们！情况紧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！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！风浪变大了。不害怕害怕，风浪越来越大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太可怕，快快想办法。哦，别怕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。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试试升级吧。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。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！长鼻子，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有你就有奇迹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。吧。
加速了。方向错了，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，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，滴滴火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面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，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
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，快递送达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啊，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
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妈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正在跑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
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旋风，阿力是跳车，阿力，
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一定有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。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酷宝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？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
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雪峰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啊，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啊，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
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转车轮转呀，左边右边飘耶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啊，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嗯，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编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哇哦！现在很完美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，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！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。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双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。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。一二三，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。站住别想跑，
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又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高墙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搬跳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嘿嘿，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嗯，嘿嘿。啊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啊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啊，好臭呀！啊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是垃圾，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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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。沙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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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
左边右边来到位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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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大发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啊，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。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
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，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，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，做得好。困难，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，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
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板板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板板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板板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做，那你想
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班班，你呢？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
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。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艾丽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丽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她。原来是这样。阿丽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士吊车，阿力；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哇、哦，小心！呼噜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浪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梦想梦想，嘟嘟嘟张开翅膀，嘟嘟嘟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。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啊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。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愤怒车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友情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揍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。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，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
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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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贝基修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，
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，毛毛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，毛弹炮弹的出发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弹毛弹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弹毛弹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弹，继续攻击。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